个门的这样，这还是不要依赖什么的发 ID 对吧，是意思吧。然后呢在这儿，其实呢你可以不用这个，对吧，加你们简单的一个，我们可以使用谁呢，会值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在这儿我们要求你使用谁 DWR 的工具集合工具，你可以使用 DWR 的工具你来去做这个内容。简单一点是什么呢，怎么写，先声明一个内容 VR 刚好你叫什么，我叫 username 了是吧，那我写个 name 等于 name 等于谁啊 DWR， 注意这是个关键字，听懂我说意思吗，这弹不出来啊，放心啊，甭写甭想啊， UTLL 其实你调用的是哪个，就这个看见了吗，就是 DWR 下的这个东西 UTLL 没有 S 啊，然后点，然后我们在这儿写一个 get 大写 VALUE 看啊，好括弧在这儿去写，那这个地方写谁，把它拿过来，把它拿过来写，注意这里面用什么，用双引号把它拿过来，看注意，这是表示用它用 DWR 当中的工具去取得这个东西 OK 取得它，看明白了，然后接下来干什么呢，你在这里面发送数据，发送数据并指明接收数据的处理，什么意思，你的数据不应该是发到后台服务器端对吧，然后服务器端再接收回来，那你怎么办，你在这里写，你在这儿不有一个 FIR 什么吗，这个东西看见了吗，这不是你那个程序吗对吧，是这意思吧，你把它拿过来走在这儿对吧，这个还有谁 FIR 调，这地方要注意你调用的方法是谁，你调用的是这个方法对吧，是这意思吧，那好拿过来，好，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小写啊say hello 看到了吗，然后这底边先写谁，发送数据，发送谁，发送内容，好逗号，后面括弧那个内容叫什么，叫 callback， 看明白了吗，就是回调，也就是说回调到处理上 call BA， 我们在这儿写一个，比如说 BACK， 不用写别的，你就告诉我发送完了之后处理是由这个东西，这个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个函数，听明白了吗，听懂我说意思吗，那好大括号写完之后 OK， 那接下来开始什么，写回调函数对吧，我们在这儿开始，在这儿写定义谁呢，回调然后呢函数，回调函数你有好多种写法， function 什么内容，最简单的可以这样写 VR， 你也不用写别的，我们在这儿写的 Ctrl A 走，哎不是长 callback 看见了吗，这个东西早拿过来，对 callback 写的时候让它等于，你可以直接赋值 FUSATLA 看到了吗，在这儿哈，我们在这儿这个东西我要接一个数据，看明白了吗，为什么它会接数据，因为你这个在这儿写这 hello 当中这儿有返回值类型，看见了吗，所以我在这儿我要接一个数据在这儿，然后接下来大括号这个地方去写 FUNC function 在这儿接收，那么我们在这儿写以后，我们先定义一个 VR， 将来在屏幕当中我要显示一个数据 DATA， 它应该等于什么，它应该等于什么，我将来要把这个数据显示在哪儿，各位你不要显示在这里吗对吧，那怎么办，刚才我们说了 DWR 什么点什么 UTL 对啊，点什么 get VALUE 对吧，括弧走进去，这地方写啥，写这把这个拿过来对吧，写哪里，写这啊，那么你目的就是把你这数据将来当掖这里就完了对吗，是这意思吧，那怎么写 DWR 点是什么 UTL 当中点干什么，在这 set 你有 get 值就会有 set 值 value， 看明白吗，我设置某一个的赋值，然后括弧，然后在这儿。那么这个地方上写谁，给谁设置值啊？还是给他设置对吗 ？Ctrl C 拿过来写 ，Ctrl V，
就是在这个上面我去设置值，设置什么值，点逗号，看见了吗？谁 DATA 看见了吗？然后加，你在这儿可以加上一点内容，比如说杠二，然后呢再加上一个杠 N 回车，看明白了，再加上一个什么你所接收到的原有的值，我把这个值可以拿来看看。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值都在你前面后面显示出来，就一点不删，可以了吧？是这意思吧？我在这儿去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一点不删，然后在这儿，写到这儿基本上应该差不太多了，看明白了吧？整个这个程序写到这儿，唯一就是这个清除你没做，对吧？是这意思吧？然后呢，在这儿也没所谓，你需要再做一点什么东西，看明白了？然后在这儿我们可以把这内容我们保存一下，发布。起来吧，起来之后我们在这儿，这个时候可就不是它了，不是 DW 下的这个内容，对吧？我们叫 INDX 点谁 ？HTML 哈 ，HTML。那么你在这儿就输，输的什么？比如说 AFA， 这是一改变就应该是看出来了吧？然后再输一个1234，然后一点，对吧？看明白了吗？对吧？欢迎你123，欢迎你这个内容。然后我们在这儿输一个。好了吧，看明白了吧？那你如果说我不想要这原有的这个值，那你就在这儿，你把这东西你都去了，看懂了吗？看到没有？我保存，然后我在这儿我刷新页面就可以了。好，在这儿，然后我们在这儿，在这儿啊，撒旦是好人。明白？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吧？那么整个操作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内容，听明白了？那么在这里面其实你们大家掌握了几个东西，第一个哪个东西，这个我跟别的写法不一样，你们要如果看书的话有这么几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在取值跟设置的时候我充分使用了这个工具，看见了吗？看到了吗？这个我希望你们大家把这内容，设置组件值和获取组件值，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吧？那么在这儿要求大家在这儿写一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还有多长时间？还有几分钟，咱们讲个进阶小技巧，行吧？这个常见的一个需求，当页面请求服务器的时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有过吧？较长的时间，那你希望什么呢？就是说最好这个页面当中啊别在那儿空白着，对吗？那阿贾克斯其实解决这么一个内容，最好给页面来讲来个提示框，称我们把这种提示框叫什么？叫 loading 页面，对吗？你看你经常会见到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一点提交的时候，啪弹一提示框，是吧？正在载入，请稍后，然后哗出结果，对吗？就这种效果，你在这儿怎么样去做这个内容？那么如果在 DWR 当中去做，那你非常非常之简单。那么怎么样去做这个内容去比较简单？你看啊，我在这只加一句话搞定很多项目。走走，在哪儿？当你去发送的时候，你发送是一个操作，对吧？你在这儿我们可以干什么？在这儿我们加一个叫做添加谁啊 loading 页面，我们可以添加这个东西。那你做完这个，那添的时候怎么写 DWR工具点儿啥 ？UTR， 你的工具当中点儿干什么 ？Search， 这个反正唯一的一个不好就是你就得自己敲 loading， 然后在这儿我们解释 messsage，dwr 点儿 ut 点儿 search， 哎不是 search， 写错了啊，不是 use， 我想 search 就坏了 ，use utils， 然后 use loading message， 然后在这儿。括弧里面写你想要的东西，在这儿双引号，写什么？写正在处理，然后逗号，请稍后。
dw.use.loadingMessageMESSAGE， 看明白了吗？那好，那么你这样做呢，你放心，你看不到效果，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对吧？因为你这个 Java 当中你做这个玩意儿太简单，听懂我说的意思吗？它后面不长，你要劈一闪就过去，你怎么办？你在这儿为了看这效果啊，我是说为了看这效果，不是让你们以后操作，凡是操作前的都给我加上这么一句话啊，咱是为了看效果的，那叫听明白了吧？你别回来，你们以后操作的时候在这儿也给我写上这个 THREAD， 这认识吧？线程点开了，死力，我让他歇三秒钟，明白？目的是什么？我是为了让你们看效果，你们别认为好，你们以后做大题的时候也给我弄一个内容，听明白我说的是吧？行吧？然后在这儿，我们在这儿好，保存确定，好过来，在这儿好，我们刷一下，然后我们在这儿做 AAA。我们点一下，哎，这怎么不出呢？哦，这里做完了，得重启一下。哦。哎，哎呀啊，能啊？怎么不能写？可以呀、啊，这怎么不行？那本身写这个的目的就是让你能去查。估计这张页面可能在这里都看不见，这样一页。怎么不出呢？不支持此属性。哦，看一下，刚写错了啊。不可能不支持此属性。怎么会不支持？嗨嗨嗨 ，L use loading R O A D N G 保存，然后在这儿去刷一下去。是吧？三丫，三丫，哎，我知道你们想问啥，看见吗？喂，哎，龚老师。